朋友们，你们见过下这么大的雨吗？有点下，好像下冰雹了。哈尔滨今天也不知道咋的，上午还可热可热的，中午老晒了，就稍微起了一点点风。然后你看现在是几点？现在是2:30，瞅这雨下的，瞅着地下都冒泡了。你说这坐公交车的人，如果要是到站了，下这么大的雨，他是下车还是不下车呢？要是没带伞的情况下，是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。要我就不下车，等雨停了，完了我再坐回来。瞅瞅，真有点台风的感觉，瞅瞅，真吓人呐。哎呀，在桥底下真是还能得到片刻的安静。马上就要出去了，大坤说前面水老深了。哎呦我，不知道这块积水了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，我的妈呀！哎呦我，这个楼，哗哗往下面喷水呀！快看，马上到了啊！看不看着这个玩意儿？看不看着？这车跟咱一样的。啊，这个车跟咱车一样，反正哗哗往下面喷水。你说这要是开房车在外面，离家就挺远的，还得在房车上住，这害不害怕，紧不紧张，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？这你在市区里开，是不是值得往家那边开呀？那在房车里呢，你那是肯定有点想家了，肯定是。哎呀，我的天，瓢泼大雨。知不知道什么叫瓢泼大雨，朋友们？哇哇下的，哎呦我，真下冰雹了，下雹子了，下雹子了。是他们是在躲冰雹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呀，这雹子。也是忽然有点心疼那个风挡玻璃了，太大声了，要不咱们也躲一躲吧？看看啥？都搁这躲冰雹呢！哎呀，瞅瞅都搁这躲呢，咱也得躲会儿吧，太吓人了有点。哎呀妈，这震得我的耳朵都嗡嗡的。躲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再走。看啥？这就十多台车在这躲呢，再多车这个也停不下了有点。在桥底下大概躲雨躲了20多分钟吧，但是你躲到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就还是我们打算继续往前开呀，继续往家走吧。这20分钟不但感觉雨没小，感觉还大了，你说说。接着往前走吧，咋整？瞅瞅这块这个积水多深，现在开始下大冰雹了。哎呦天，砸的这个车呀！乒乒乓乓直响，瞅瞅这水，老深老深了。瞅，哎妈，这树还有折的，小蓝车还有倒的。哎妈，看这会儿，这是板杖子都给吹倒了。哎呦我天哪，这会儿刚才是经历了什么？瞅，这都是在这躲冰雹的，看啥？都搁这等着呢。这雨啥时候停啊？在这等到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一会儿到堵车点了。我的天，前面那个水太深了，看看，车在那过得都可慢可慢的，咱们也得小心点。哎呦我，看不上这个水的深度，来从这儿看来，看没看着？等到当牙的那会儿都浮溜浮溜的。哎呦我。真的是开船了，体验了一把开船。今天谁家的桶啊？刚才看不看上？桶都咕噜到中间来了。哎呦我，这是那个大铁皮，都刮到车上去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看看这块都给吹的都这样式的了。哎，这玩意儿停车呀。还有那个出行啊，一定要看好这个天气预报。你说这停车停到这旁边，让他给刮蹭了，你说多闹不闹心？这都倒，手杖给吹倒的。哎呦我天，吹倒这么一大溜，手杖，你说这样旁边有个车，
咋的？你说你心不心疼？你说你找谁去吧？瞅着。